北京时间1999年5月8日凌晨5时45分，北约空袭部队的5枚导弹击中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中国记者邵云环和《光明日报》年轻的记者许幸福及夫人朱颖遇难，20多人受伤。空袭激起了善良的中国人民的民族义愤，一时间举国同仇，祖国各地的学生民众纷纷举行示威游行，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野蛮行径。中国人嘛，我们要中国人要一个正义嘛，对不对？要光荣嘛，为什么要这样子给美国人这样欺负？众所周知，科索沃问题是南联盟的内政，牵涉到南联盟国内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外部军事干预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相反只能使问题复杂化。欧洲，北约正在被美国作为推行称霸全球战略的重要工具。它已从一个军事防御组织转变为一个冒险性、扩张性和侵略性的军事集团。这次美国主导北约对南联盟发动的侵略战争，就是北约实施新战略的一个开端。这是北约第一次在传统防御区以外使用武力干涉一个主权国家的危险先例。
3月24日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悲剧性的日子。在这一天的深夜，猛烈的爆炸声震醒了南联盟宁静的天空。从此，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向南联盟开始了猛烈的军事打击。北约从打击南联盟的军事目标发展到摧毁南联盟的医院、桥梁、电视台、炼油厂、电台、住宅等大批民用设施，现在又发展到袭击中国驻南使馆。驻外使馆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受国际法的保护。北约袭击我国驻南使馆是对我国主权的野蛮侵犯，是对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基本准则的粗暴践踏。北约为什么要炸我们的大使馆呢？这笔账一定要跟美国为首的北约算清楚。我真希望这一切不是真的。部队以美国为主的北约部队的疯狂暴行，提出最强烈的抗议。中国愤怒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燃起了中国人民的怒火。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最强烈的抗议北约野蛮侵犯中国主权、粗暴践踏中国尊严的罪恶行径，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承担全部责任，并表示中国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义愤填膺的高校学生和人民群众纷纷举行示威游行，严厉声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暴行。他们高呼：“中国不可欺，中华民族不可辱。”这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我想向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表达我诚挚的悼念和遗憾。5月9日，美国总统克林顿致函江泽民主席，向中国道歉。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在国务院就这一事件再次表示深切悲痛，并表示北约将向中方提供关于这件事发生原因的全面说明。无辜平民的悲伤，我们真的已经尽力了。仅仅一句道歉就能改变这些吗？就能抹杀这些受到的伤害，抚平这些伤害吗？我觉得中国人民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总是太善良。Who believe that it was an accident? Nobody, I believe, if he's serious and if he has some conscience and has some good reason.Can believe that before any serious investigation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a comprehensive manner.
Why would you think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intentionally kill Chinese citizens in downtown Belgrade? Ask your own people. Ask your own officials. Ask your own experts. If they ask themselves seriously, honestly, do they really believe that this is simply a carrot stick? America is the biggest military power in the world. NATO is the most powerful force in the whole world. And you are always so proud of your intelligence network. And you are saying, to begin with, in the first few hours, well, they were trying to attack a building nearby the Chinese embassy. And then they changed their mind to say that they were using an old map. Is this the way of doing things by NATO forces or by American intelligence agencies? 他们今天在这个时候发动这种轰炸，它用意又是何在？其中可能有我们不可知的预谋，真正目的还是政治目的，政治上就是为了遏制中国。轰炸使馆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信号，美国和北约要摸一摸中国的底牌。八日，北约秘书长索拉纳表示，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他向中国政府和遇难者家属表示沉痛哀悼。另一方面，美方和北约都为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进行种种辩解，并表示仍要继续轰炸南联盟。继续进行空中打击。你只要看到在这里发生的民族冲突，你就会明白。我痛恨这些，真的，我痛恨这些。在某些时候，必须有某些人站出来维护科索沃的安宁。美国的这个种族歧视问题十分严重啊，少数民族受到歧视和迫害呀。那你美国悲天悯人，要关心少数民族，何必劳驾？远去千里之外，到南斯拉夫大动干戈，到南斯拉夫去维护少数民族的人权呢？你何不就地就近，在你美国的本土来关心一下，来维护一下你美国的印第安人、黑人和其他的有色人种的人权呢？它是借口人权，啊，侵犯主权。行使霸权，最终的还是摧残人权。以美国为首的江泽民在谈话中指出，北约的野蛮行径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在外交史上是罕见的。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这一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否则中国人民不会答应。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绕开联合国，对主权国家南联盟进行军事打击，这是彻头彻尾的炮舰政策，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倾向，不能不引起各国政治家的警惕。应该团结起来，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奋斗。五月十日，外交部长唐家璇代表中国政府再次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向北约提出四项严正要求：一、公开正式向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中国受害者家属道歉；
二，对北约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事件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三，迅速公布调查的详细结果。四，严惩肇事者。5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三项决定：推迟中美两军高层交往，推迟中美防止核扩散等磋商，终止中美人权领域对话。1999年6月16日，美国总统特使副国务卿皮克林在北京向中国政府报告了美国政府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的调查结果。中国政府指出，美方迄今解释难以令人信服，由此得出误炸结论，不能接受，强调美国需以实际行动做出令中国人民满意的交代。面对中国人民发出的愤怒吼声，美国政府不敢无视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他们不得不道歉赔款。5月12日上午，血洒异国他乡的英烈们回家了。青山垂泪，江河呜咽，英灵逝去，是在血火相映的异国夜空，英灵归来，归在春风轻拂的故国家园。没想到他们三个人回来，是曹磊抱着爸爸，而爸爸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恰当梦里无人酒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你变成我的生命。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体，是风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月圆，照我无限的阴忧起盛。这次席卷全国的抗议浪潮没有仅仅停留在愤怒情感的宣泄上，而是从中引发了对中华民族跨世纪发展的深入思考。祖国强盛是抵御外辱的根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社会稳定、国家强盛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心之所往。我现在讲一句，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今天的中国是不可欺的，中国人民是不可辱的。